韩时舰官兵确诊引起社会关注，而住在他们下船军港旁的左营区居民也很紧张。因此，今天一大早，80名化学兵全副武装，和清洁队员、李林志工一同前往消毒，每一个地方都不放过，仔细的喷洒药水。而民众看到他们为了防疫，在大太阳底下跑来跑去，汗水直落，也赶紧送上了瓶装水，帮他们加油打气。化学兵全副武装，任何角落都仔细喷洒消毒药水，丝毫不敢马虎。看到辛劳的化学兵在烈焰下背着装备跑来跑去，汗流浃背的样子也让附近居民在一旁替他们加油打气，并且送上瓶装水。由于磐石舰停靠在左营军港，大家下船后进入社区，左营区首当其冲，居民人心惶惶，因此陆军八军团核准80名化学兵、清洁队员以及李林志工也一同加入消毒行列。23号从海光停车场出发，一一深入临近军区住宅，展开一系列的社区消毒。惊惊啊！哎，那个民警。大家嘛，做讨厌，还是尽量少出门，必要的时候再出来就好了。虽然市府大动作，甚至扩大范围全面消毒，但有些民众还是不免担心。现在大家只期盼透过中央和地方联手，能早日克服这波疫情，别再出现任何插曲。记者王秀成高雄报道。